庆典今年延到8月19日的样子，明天吧。所以我今天就是来这边拍这些很大声的直升机。是 Marina Bay Hotel， 赶着要去那个 OCBC 的 Skyway， 所以没时间拍这个我走路的景，我已经迟到了。我现在要前往那个 OCBC Skywalk 的路上，很漫长的一条路。然后现在在那个 Marina Bay Hotel 的下面，我下次要去那个 Observation Deck。我一直想要去，就是最上面有一个花园 Deck， 可以是大概不用很多钱就可以去。可能现在可能因为疫情，可能还有特价吧，不然的话之前印象好像20多块新币。哦，它这个风吹它会有一些变动，然后有声音的，很美。好不容易走到，快到了，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蛮想看的 Glass in Bloom， 照到他光溜溜的屁股，小朋友。热带的树就是这样，身上也长了很多草。Okay, good. Finally. 被水呛到。OK， 第一次来这个 OCBC Skyway， 就是来看 view 的啦。我得拿出自拍架才能。自拍那个才能自拍，拿出我的 tripod 才能自拍了。都是女孩子来这拍照。等一下，我找个地方拿我的那个 tripod 好了，不然我也是懒得拿，我自己照自己，照自己，就这样。我这样没有照到全身，哎呦，这边要走路要小心点，这边很刺激哦。希望这样拍出来，看了头不会晕。这个是真的植物吗？这个？上面长的应该是真的哈，我还开花嘞，不知道怎么照顾，很美。然后那边就是金沙酒店，下次我要去那个上面的花园，再来做记录。哇，好棒啊！就是可以这样看到这个树的这个头顶。
这个如果再晚一点打灯，应该是很不错，很漂亮。应该等到就是黄昏的时候，就是再暗一点。照我的脚了，这样子。今天穿得很宽松嘛，因为要好走，要运动，不然脚都不舒服。多走路。这不知道是几层楼高哈，我看也知道，可能也有十几层楼高吧。应该没有到十几层，十层楼不知道没有。这个上面应该是另外一个，这是另外一票，这个是一个 observation 的这个 deck， 另外一个就是天空树，应该是上面也是可以上去看，但是更高了啦。哇，那新加坡很会赚钱了，稍微再高一点又可以另外卖张票。目前这个 Sky Walk 的门票是新币大概5块钱啦，是蛮便宜的，但是蛮短的。不过真的是可以看到蛮多东西，蛮远的，就是整个花园哦，还有那边是远处是工业区吧。有惧高症的人真的也是会怕的，还好我没有很，我刚刚就是从那边那棵树上来，然后这样走。走过来，走到这里，这样子，如果没有停的话，我看大概可能3到5分钟就走得完吧。那慢慢看就可以，就会耗一点时间。我想等到它灯亮的时候啊。就是野餐的好地方呢，我也看了，我也好想来这野餐哦。这是新加坡的长巷，就是金属跟植物的结合。开始有灯了哦，也许我应该再等一下再下去。越来越多人在草坪上散步跟
好像我最近上创世纪，我觉得这边好像有伊甸园的感觉，好像这边是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，是我刚刚走的 OCBC 的这个 Skyway。 哇，现在的这个彩霞很美啊，紫紫又红红。蝉在叫、哦、我现在躺在这个天空树下面很舒服，地板是这个好像是铜的，所以它有不是铜的，不知道什么材质，还有积蓄这个太阳的温度，所以现在躺起来非常温暖。这里又有音乐呢，又有鸟叫，又有梦幻的紫色，很疗愈啊，很适合躺在这里放松身心。他的躺在这里多好啊，这个就是感谢有疫情的这个原因啊，让我们的步调可以放慢，然后让这个游客的这个干扰减少啊。当然我是用一个比较本地居民的这个观点啦，就是在任何的事情中都有好的一面，你可以去享受跟去感谢的。这个是我的 tripod，天变灰哇，这么一大锅，这样可能吃不完呢。感觉它没有蘸酱吗？这湖南居然看到这幅画很可怕，因为这个女的，因为昨天我们才刚看 Mr. Bean 那个1997年的那个电影，然后这里面他就讲到他就是跟这个画发生的一些趣事。那个画叫什么 ？Ruthless Mother。对啊，它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就是这真的是一幅名画嘛，可能要上网查一查。Mr. Bean 那部电影还不错，可以看看，虽然很无厘头，可是结局是蛮好的。